郑州科布科技有限公司坐落于郑州国家高新技术开发区，在2009年收购日本工业株式会社中国工厂组建而成，是第一家进入狭窄空间起重机和高空作业车生产领域的中国企业。目前公司从事设计、生产、销售和租赁狭窄空间用小型起重机和高空作业车。郑州科布科技有限公司是河南省科技型企业，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，同时从事出口日本的压铸模具零部件、化工造粒刀片的加工生产。公司生产的微型履带起重机和高空作业车拥有自主知识产权，并持有相关专利，同时拥有多项微型履带起重机和高空作业车的生产专利技术，已取得国家工程机械质量监督检验中心的形式试验合格证，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生产许可证。另外，公司企业管理已通过 ISO 9001认证，产品已获得出口欧盟的 CE 认证，拥有进出口权。目前主要产品有 KB 系列微型履带起重机和 KBG 系列高空作业平台、 KBDY 系列建筑高空吊运机和 KBD 系列全电动微型轮式起重机，产品主要用于狭窄空间的汽车发动机车间设备检维修、电力检维修、化工车间检维修、建筑钢构安装、高铁地铁车站的建设，以及园林石材行业等空间狭小的场合使用。目前已被国家电网和南方电网广泛选用，已用于上海世博会、通用汽车、本田汽车、中石油及中石化、北京网通大厦建设、上海市中心大厦施工、洛阳深圳地铁工程等。产品已出口加拿大、英国、俄罗斯、澳大利亚、美国、巴西、越南、阿联酋、韩国等十几个国家和地区。经过多年的研究，我们的产品有以下的特点：一、吊臂采用专利产品双联油钢，可以达成吊臂伸展更长、收缩更短，更加适用小空间；二、安全保护的重要性，四个支腿上都使用公司专利技术传感器保护，当任意支腿离开地面时，起重机报警停止工作；三、支腿吊臂护锁，当吊臂回归落位后，支腿才能操作，当四个支腿和地面相接触后，吊臂才能操作；四、机器安装有双动力，汽油机和380伏三相交流电，使用交流电可以适应需要安静操作的工作环境。五、采用比例阀比例遥控器，吊机可以实现微动作、准确定位，尤其适用于机械安装，同步观察被安装物，同时进行实时操作。六、KB3.0 机型安装有叉车孔和吊环，便于叉车和起重机运输。七、吊钩装有传感器，吊载承重一目了然。八、吊钩装有高度限制器，防止和吊臂相撞。选择科布产品就选择了放心，无论任何情况，科布科技让用户工作的安全安心，真正做到稳健使用的蜘蛛车。科技、诚信、质量、效率是我们公司的经营理念，科技的创新是带动公司的火车头，是前进的动力，更是使我们的产品能屹立于世界狭窄空间起重机发展的前列。公司常年聘请有日本专家作为我们的技术顾问，指导我们的起重机技术的研发，并和日本最大的前田蜘蛛车公司以及欧洲最大的蜘蛛吊车生产公司 JECO 公司建立全方位技术合作关系，追踪世界蜘蛛吊的最新发展。自
公司成立以来，诚信一直是我们经营活动的基本准则，就像一列奔驰火车的润滑剂，拥有诚信互助，员工之间，员工和公司之间，公司和公司之间，才会运转流畅和顺利，使公司永远充满活力。秉承日资企业的传统，我们把质量视为公司的生命，严格按照日资企业的质量控制标准，延续日资企业的质量管理体系，是我们购买日资企业的初衷。公司聘请有德国液压技术顾问，在零件的生产、液压配件的选用方面都有严格的规定和标准。每周开展质量专题学习会，长期举行技术能手比赛，同时开展合理化建议活动，并举行 5S 学习活动。效率是公司能够不断前进的根本保证，就像一列火车的车轮，效率决定了公司的发展速度。只有始终保持高效率的工作，才能在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，保证领先者的地位。为此，我们制定了科学的作业指导书，制定了合理的企业标准，规范生产进程，坚持工装家具的研发，大力发展数控设备和焊接机器人的使用。另外，公司具有雄厚的技术研发能力，拥有一支高素质的科研队伍，拥有各焊接及数控加工设备，可根据用户要求进行特殊设计，满足不同行业的需求。根据客户要求，公司还积极开展起重机租赁业务，直接对小空间的装吊上门服务。我们全力开拓市场，诚信面对客户，不懈雕琢工艺。我们是科布科技，我们稳健前行。